是安怎冠廷会对我这么残忍？那个讲爱我一万年的高冠廷，是走去倒啊？我两个不是足相爱的，哪会发生这款代志？有阮同学的姐姐甲伊个男朋友原本感情真好，啊，不过最近发现伊男朋友劈腿啊。尤其是高妈妈，你对我遐尼好，我会感觉足见笑的，嘛会感觉足对不起你的。迄个非常恐怖的妖魔鬼怪，这比吼迄九尾狐哦，搁较歹听，迄比遐比哦，搁较够假人。你看你即马所讲拢是牺牲你家己去成就冠廷。我是爱你为你家己想，假使你跟你男朋友结婚，你会做啥物？身边边的人拢知影，啊，不过惊伊受伤，就无甲伊讲。卖甲人做红菜附属品，拢无要学习，无要求进步。啊，你若是有一天你无冠廷，你的世界就参着天崩来咁快。我早就要有自觉啊！是我无愿意相信事实，我无愿意面对我所看到的代志。我不敢相信冠廷竟然甲秋怡结做伙，我不敢相信冠廷，他居然来对待我。王秋怡，不该做代志不要慌，你有困难，你需要帮助，我就去帮助你。你先当面来对待我。对不起，亲爱的，是不是亲爱的，我不小心。真感动啊！我一定会打拼赚钱，让你哦继续做贵妇。妈，我大汉了，一定要甲你同款水。等我到二十岁时阵，我一定甲你翕几张相片，互这些人就是讲咱是一对姐妹花。佳佳，佳佳，我们要把佳佳王冠，我们要把佳佳王冠。